来，我跟你讲，龙虎武师入门，首先要学的就是挨揍。你是可以大有作为，聪明。翟啊，听老爸说。 龙虎武师是靠动作绝对圈里的地位，你不是一匹普通的马。哎哎，好了好了，起来了起来了，我帮你抓住这次机会。跳，嗯，试图要当龙虎武师了，没有对手，没有胆怯，来。 我们再训练他第二个动作。不，我怕，我怕他跟踢腿。哦，你死定了！比心，等等等等，大哥，咱们一起拍戏吧，我的戏。